的蛋糕怎么还没上？我的口水都要流干了，我要蛋糕！我要蛋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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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噼里啪啦，急速送达！哼！闪电，拿错了，这不是我要的蛋糕。火包，你也拿错了，而且我看到你偷吃了一口。你误会了，我是在帮你试味道呀。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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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给你换过来。我们又搞砸了。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哇，小飞，还好有你保住了我的蛋糕。哇，小飞，这个姿势好酷，我们来合照一张吧。好啊，满足顾客一切需求。耶、yeah. yeah. 哎，幸亏有小飞在，不然我们就忙不过来了。是啊，今天爸爸感冒了，如果有贴心的小飞去照顾他的话，估计很快就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中午好啊。玲玲你好啊。大家好。哇，好机灵的小鹦鹉啊。它叫豆丁。对了，我待会儿要参加社团活动，能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它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吼吼龙守卫队的职责就是帮助大家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大家要玩得开心一点哦。好的。豆丁豆丁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来，让姐姐碰一碰。真可爱。彤彤，你太用力了。哦，抱歉，女孩子看到可爱的东西太容易失控了。豆丁，我们来交朋友吧。来，请你吃一根我最爱的奶酪棒。好吃，好吃。哈哈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不要跟我客气哦。你的意思是一根一根的吃不过瘾，对吗？哈哈，热情似火的我还有这么多。爸爸，火爆，小豆丁已经吃撑了。好吧，我交朋友总是会热情过头。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，我不会飞，不会飞，不会飞。扯不着了吧？我不会飞，但是我会斗牛。你飞得太慢了，看来我们得买新杯子了。快阻止豆丁，再这样下去顾客连水都喝不了了。交给我，噼里啪啦，急速滑！过来呀！幸亏爸爸没来店里。闪电，火爆，快醒醒！木木，我尽力了。交给我吧。彤彤说小朋友不舒服，打针就能好。针？我不要打针。我们不玩斗牛了，我认输，快停下来吧。我回来了。你们相处的方式真特别。玲玲，你就别笑了，快让豆丁冷静下来吧。豆丁要乖乖听话哦。听话，听话。真乖。哇，这是什么哨子？好神奇呀。这是我和豆丁沟通的工具，从小到大我们都是通过哨声沟通的，它对我来说有很重大的意义。队友们，不去捣蛋的日子好无聊啊，我饿了。那我去买几根香蕉回来。
能的，我看到幸福能量了。嘿嘿，香蕉兵团登场啦！啊，幸福能量看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啾啾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。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，你的哨子很好，但现在是我的了。你们是不是没注意到，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哦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，我只要吹响哨子。哎，你们有看到我的队友吗？啊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不是说要吃香蕉吗？我给你们买来了。猴三毛，离我远点！我只要吹响哨子，你们就有麻烦了。豆丁，你怎么了？他现在只会听从我的命令。我们要去捣蛋了！快追！豆丁不见了。我不能失去他，玲玲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回豆丁的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收到。这是街道上所有地区的实况影像，大家发现豆丁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但情况不妙啊。着火了！需要我们的帮助，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黑豹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在你前奋勇go，让它小飞实现，多难和平间极限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集结守卫队，快举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一生团结，吼吼小剑，吼吼龙能把邪恶化解，应龙消防车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面对屠龙月野猪，对，为了幸福出演。我和小飞去餐厅救援，剩下的人去找豆丁和猴子。好的，出发。请不要害怕，听我指挥。救命啊！请跳下来，这张气垫会保护你的安全。谢谢你，小飞。这里火势太大，我们快走吧。一场小火灾而已，交给我吧。接下来该用泡泡枪浇灭这些火焰了。你真棒，小飞，给你竖起大拇指。是豆丁，我这次不会让他逃掉。他太快了，小静，快想想办法。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，我不会飞，不会飞，不会飞。扯不着了吧？想到了，好吧，我知道你的歪点子了，只有一次哦。豆丁，来抓我的翅膀啊！顺便再说一遍，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哈哈，我就是不会飞。他来了。
来救你。我们才不会让你们救下这个小家伙呢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见了，今天你终于准点了一次。交出哨子后去清扫餐厅，和清扫餐厅后再交出哨子，选一样吗？我还有的选吗？太好了，豆丁没事。是啊，而且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，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吧。好好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